不要过来，不要过来。Hey, Fuller Family, 欢迎回到我的 blog。最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马来西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惯，在这边不管是吃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加辣椒，吃肉骨茶要加辣椒，吃汉堡也要加辣椒，连吃泡面都要加辣椒。上一次我跟 Jimmy 吃鬼椒辣面 ，Right dear？然后我们就是分享说它实在是太辣了，马来西亚那种辣椒我们 handle 不了。他们的公司 Daybug Foods Malaysia 居然看到我们的信息，然后寄了一盒给我们，所以我们又有新的泡面可以吃了 darling。 而且这一盒是没有上次鬼椒那么辣，他们说有这个是平常人也可以 handle 的。他们非常的体贴，用这个这么特别的 box 寄过来。 Daybug Near Taste it, love it。噔噔噔噔，哇哦 ，Habanero Kimchi Jjigae， 旁边还有它的绿色爆出来，就知道它多辣。这个还有 Habanero Spicy Chicken， Smoke and Spicy Perfection。哦，算了，我们就一人一个吧。你让我一人两个也可以。辣死你！那你们可能在好奇，为什么 Jamie 那么可爱，脸上有一个爱心？因为我们刚才正在研究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包青天，包青天会不会是 Sailor Moon 的先生？宝贝，那你中间也要放一个，我帮你画。不要哦，不舒服。啊，菲利，菲利兄弟。哦，你不给我用那个啊？喂，开门。不跟你玩啊！你都不怕，我才出来。12 seconds later。不可以用那个，不可以用那个，先不要，不要过来。右边的是哪一个酱 ？Darling。OK, Fuller Family, 我们已经把泡面准备好了，要来试试看，一个干的，一个汤的 Spicy Chicken。这个比起我上次吃的那个 Ghost Pepper 是350K。你要先吃汤的吗？你 Go ahead, 你准备好你就吃啊。怎么了？一下子。怎么了？辣，干的比较辣吗？干的比较辣。干的，你可以看到它上面超多粒那种辣椒。嗯、哇！我口水。Check out 它下面的酱。哦 ，Here we go。我已经开始流汗了。这个干的比汤的辣好多。哇、wow、哦，好像有一点汗已经冒出来了，亮晶晶的。冷气，冷气。那个是会真的流眼泪。Smart， 就是因为我戴牙套，然后它卡在我的那个牙套里面。So I think 如果你喜欢吃辣，但是没有办法 handle 那个鬼椒那个，你可以试汤的。汤的，汤的是最不辣，我觉得。Habanero Kimchi Jjigae, feeling the burn of a double dare。它那个面条很有弹性，配上那个汤，真的吃起来很顺口。然后第二辣应该就是这个干的。我觉得蛮喜欢汤的。嗯，我也蛮喜欢汤的。这个干的最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太多一粒一粒的那个辣椒在里面，所以你咬下去它整个会爆炸。我们全部都加完了。Habanero Spicy Chicken 在嘴巴里面超刺激的，虽然这个比较辣，但是那个面条很 Q， 吃得很顺口，会想要继续吃。你怎么发抖啊？好爽，好辣，从后面流，早多了。你头发已经开始粘在你的脖子上了，我可能要直接去刷牙了。哎，宝贝，我们是不是还有 Kimchi？
吃到这个 kimchi 泡面，我觉得太顺口了，然后让我想要自己多加一点我在韩国 DIY 自己做的 kimchi。Are you okay, my darling? Look at my sweat. 辣辣又加酸酸的。Want some more? 哦，太大了。Oh, there you go. Last bite for this too? Huh? Nothing. Oh. 两个泡面搞定，这一次的 challenge 成功了。我觉得这个辣度还能接受，就是你同时可以享受它，也可以真的 challenge 一下。别看我眼泪已经快掉出来了，但是At least, 我是可以 handle 的。Yeah. 我蛮喜欢那个汤的面上面有一点小辣椒的。我们今天 challenge 成功。如果 Food Family 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辣的泡面，或者其他的泡面有要怎么挑战而尝试的话，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Thank you, Deba Foods Malaysia 送我们吃这些。Yes, 谢谢 Deba Foods Malaysia 特地寄过来。你们如果想要寄东西给我们的话，也欢迎欢迎。Welcome, welcome. 寄一箱那个辣面给你。Yes. OK, 那我们下一集见了。See you guys later. Bye. I say bye, dear. Bye bye. Bye. 那这个。你过来，你就要被画这个。是极限给我画的，现在又画回我。Of course, darling. It's good, baby. 这样就是包青天跟那个美少女战士啊。